唱国歌。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唱国歌。五大师哔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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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哔哔，五大师哟。五大师，五大师，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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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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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师哔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哔哔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哔哔哎，吴大师哔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哔哔。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跳蛋照吃面饭怎么讲？跳蛋哦，比赛法技能弱。跳怎么讲？跳跳那个比赛呀，对比赛对面错。比赛法技蛋。成年人可以问，我就是哎，你刚刚讲那个男生自卫打手枪怎么样？哦，对啊，你一个爸爸就是。对啊。月经要怎么讲？月经哦，拉木，我到拉木啊。那广告是那个好自在卫生棉，卫生棉要怎么讲？好自在哦，不是卫生棉，不是，我们就有洗面。Relax 慢，好用。
不是骂那个贱货，假如就贱货要怎么去形容？那个哪个那个什么手干？手干是臭是味道？不是不是不是那个那个不是骂这个撒尿啦，最不好听。撒尿是不好听。撒尿是什么意思？撒尿就是那个最不好的。很快的意思。好，来讲了，拍我。呀，该比比呀、啊！这个手干手干。成人影片里面哈、哦，他日本那个一堆一堆，那泰话怎么讲？啊，是很痛还是很痛？你要加重话就加稳辣，你们稳辣是很好的意思，这样子，不是吗？是这样叫我们呜呜加呜，那就不是外国人了。不要了，这样这样，我叔叔看到我会闪的。呜，给我滚！闭闭闭闭滚！闭闭滚！我这个滚！格鲁普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麻豆腐，麻豆腐，格鲁普那乌达斯纳。炒菜，格鲁普那乌达斯纳。炒菜，格鲁普那乌达斯纳。麻豆腐，格鲁普那，麻豆腐，格鲁普那，麻豆腐，格鲁普那，白带。煮饭呢？哈皮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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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欧吉。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让孩子抢东西。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念过。大哥，我来问那个德鲁古话哈，教我们一下。你要看镜头。OK。对对对对，我来拿，我来拿。因为我要转。哎呀，那个德鲁古话妈妈怎么讲？我不要我去买菜，我要去买。爸爸呢？菜的。妈妈。我没有录音一下。男生。男人生啊吼。女生怎么讲？不用。猛滚。啊。为什么？女生怎么讲？不用不能叫。什么？不用。哎，没什么烂牛啊。小孩子怎么讲？小孩是lucky。是闹木，是闹。好，那个现在是晚上，晚上怎么讲？晚上更慢，更慢。晚上你 scrubby。scrubby 是什么意思？晚上啊，凌晨。哦，那白天呢？白天是几点？对呀、啊，他是讲，对呀、啊，几点呢？那个现在上面有那个月亮哈、哦，月亮怎么讲？月亮怎么讲？我不知道。Idas。哎，星星呢？星星是崩啊。冷啊。崩啊。冷吗？不知道。对。那个太阳怎么讲？太阳怎么讲话？黑豆吗？不是黑豆，是太阳很大。黑豆，这叫黑豆，对黑豆。好，那个星星的那个流星怎么讲？流星没有了。你知道流星怎么讲？流星，有人讲那个勾机一的。勾机六，勾机啊，勾机崩啊，这样。勾机崩啊！你再帮我翻译一次。好像是勾机崩啊，这样。勾机崩啊。好，那个。如果早晨那个什么黄昏怎么讲？黄昏我不知道。黄昏是早上的黄昏，应该是早上的黄昏。哎，不是，你们在画、啊。黄昏我不知道。你们在画我不知道还、啊、我不知道。那个吃吃怎么讲？我滚。干。我滚。我滚。我滚。我干。干。我滚。我刚刚我滚哈。好吃怎么讲？好吃就是。
Okun mukan, mada okun. Okun. 好，大口吃怎么讲？大口的话，跟我讲啊。巴鲁门干艺术。巴鲁门干艺术。哦。大会啊。那个，我如果像那个鱼刺在喉咙里面，我噎到了。哎呀，瓦鲁。哎呀，瓦鲁。瓦鲁是喉咙的。喉咙瓦鲁。嘎呀，嘎呀哇噜，嘎呀哇噜。春夏秋冬你会讲吗？我都不晓得。那东南西北有没有这个字？我们这边没有。那左右呢？左右是左边右边？也没有，我不晓得，因为老人家没有。那个没有就跳过哈。那个很冷怎么讲？贵。那如果那个冰块很冰怎么讲？贵。冰就是。很冷啊，很凉呢，很冷呢，很凉，很凉，很凉是，很凉，很冷。夏天很热，泡在水里很凉，不是冷，很舒服，很凉。是贵，很冰啦，那个什么，不是，还有躲在树底下很凉。对，那个，那个是怎么讲的？不是你会讲错。那我先跳过。那个德鲁古话羊怎么讲 ？Milic， 那个羊角怎么讲？拉开 Milic。不是那个头上那个哦，这个乌龙乌龙面漂亮呢，你看，呵，你这样照，你看，有没有人买可以上破上网？我帮你破上网啊。这边有这样，叫他们来买。哦，那你那个这个是有卖的那个可以吃的羊肉，那个都是羊肉。你的联络电话几号？人家如果要买的话，怎么找你？0911。0911。嗯。468719。468719，在秀林乡和平村和中路905号。就老板娘的名字叫什么？怎么？马九进来了，马九。马九哈。你客气。那么介绍一下你们家的羊。介绍一下。不要。羊怎么讲？德鲁话。那如果烤火很暖和，很暖怎么讲？很温暖。大的不是热哦，很温暖哦。温暖。躲在棉被里面很温暖。木魂。木魂。那叫木魂，对。那个什么，这个后面这个墙壁怎么讲？墙壁。墙壁。防止那个墙壁。这个这样讲到太严了。怎么讲这个？墙壁这个叫做。太严了，好，那那个，像这个帅哥刚刚在发呆，发呆怎么讲？如果说这样，发呆这样，发呆这样，憨啊，憨啊是笨的意思，就是憨就傻瓜嘛，对呀、啊，发呆了，发呆了，属于发呆的一种。啊，那个，哎呦，我的孩子，那个不要乱叫，德国话怎么讲？你说我很晚的。不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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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好不努对有的很爱开玩笑怎么讲对对对Glabagling 对 Glabagling 是不是 Glabagling 不是骗人吗对呀对呀开玩笑会骗人呢对开玩笑开玩笑是不是我不是不晓得。你就会了，真的不是傻瓜哦。我偶尔不在啦。那个像现在这样坐下怎么讲？坐下。动下。蹲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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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讲的。拢，明白先了，明白先了，讲哦。来小酒。马混。马混是什么？对啊，马混喝。马混。马。我们再一讲。你再帮我发。蹲先了。马混。对，喝酒啊！哦，这是不能来的。你再帮我翻译一次，马什么？马混。马混。马混。马混不是马混。明马勤劳。马混。马混。明马勤劳。马混。马混。他们讲快乐。是喝的意思哈。对，属于快乐。阿贝。那个裤子怎么讲？裤子。Label。裙子呢？女生的裙子。裙子的话 ，skirt。不要跟他好久。skirt， 那日语的。项链呢？这个。对，我们叫做 skirt 啊。skirt 哦，那是德鲁古话吗？
你有钱你不给我们钱，是干多的，是干多，勤俭嘛。哦，好，来我问一点那个比较活泼的哈，都成人了哈。那个女生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商店广告看得到。那是你们那个我不晓得。卫生棉要怎么形容？那个我不晓得，那个都我们当地人没有这样做，没有那种的吧。如果说用讲吸血的布怎么讲？没有，大二手布来，二手会不会讲？会不会讲？他是男生，他不好，没有不好意思讲。我们健国中健康教育有教。哎，我们健康教育没有，我们没有教，没有教，过了，没有。格鲁普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麻豆不麻豆，跟那不那乌达斯那。煮饭呢？哈皮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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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欧吉。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让孩子成功。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我带你玩个拉宝皮皮。保险套的话，只要太阳的话，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是嘎巴，嘎巴，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嘎巴是袋子是不是？还是就是那个就是少就是类似袋子啊，类似那个意思。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哈。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这形容很棒？傻不的傻吧。傻入乌达斯嘎巴。傻入是什么？傻入是包。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男生的器官阳具嘛。嘎巴就是那个套子。傻入乌达斯嘎巴。傻入。对，应该是傻入。好，那个叫乌达斯那个喽，也要讲哦。可以啊，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傻入嘎巴乌达斯妈妈。好，我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对，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所以我们昨天有700-800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留，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刚才那个香肠怎么讲？南路边，五德斯卡。我不会讲。南路边，五德斯卡。我不会讲。如果那个干妮妮要怎么翻？哦。翻译哦，这就帮没，你先听我讲啊。我们就不救啊，就最简单。人家讲三个字干妮，我们太阳就没有。就这样字面上翻出来怎么翻？干妮妮哈，九问雅亚树，
哦，臭鸡掰要怎么翻？臭鸡掰是九问比比，九问是干，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跨沙小要怎么翻？跨沙小是米大叔拿怒，就是你在看什么？那个靠背呢？靠背，哭爸，哭爸是吧？好恨哑巴是，可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好恨是死，哑巴是爸爸。靠腰，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肚子饿，哭肚子饿的意思。对呀、啊，啊就是你的是，我也很读书啊。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aby, goodness. Buddha is baby.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哥好，那个避孕怎么讲？你看我们啊，我没讲一种的。以前是老人家会知道，我是我们不晓得。我妈妈以前是用布啊，啊，他们是用布做的啊。那是以前是。他过来。那个怎么讲？我不晓得。过来。他们那个用完之后会泡一泡，再晒干净，在哪用啊？好像这样吧。那是什么？是在那被。好，那不是我们，好像是，我也不晓得怎么讲的。嗯，那个婴儿车好像发音比较特别，怎么讲？婴儿车。婴儿车哦，他们说什么 PP Lucky 啊 ？Bibit，Bibit， 推重推车嘛 ，Bibit，Bibit， 哎，要推小孩嘛，因为那个发音比较像那个字哦，你再发音一次，像啦 ，Bibit Lucky， 不是 ，Bibit，Bibit 跟 Bibit 不一样呢 ，Bibit， 对不对？跟 Lucky 不一样，那个很近哦，那个音，差不多有一点，不是拉音而已啦，拉一点音啊。你知道那个赛德克画的那个鸭子怎么讲吗？鸭狗是闹木，你就问我哥哥好了，他比较要。是闹，是闹，是闹。哇，那么唱个什么名的哇？那个是闹木，那个是闹米，是不是？那我再问一个之后，像我们现在说那个，别问我了，问他。我们比较火，再问一下，可以讨论啊。那个大嘴巴那首歌叫《垃圾》哦，舌吻，德鲁古话怎么讲？舌吻，舌头接吻，那个怎么讲？怎么讲话？这个女孩子我不懂啊。就是有这首歌嘛，哈。有啊。我舌吻。那亲脸，亲小孩子那个脸亲怎么讲？不是起诉哦，是他是小孩子没有老婆，没有了，不知道不知道就跳过哈，没有。好，那我来问一点好玩的哈，那个用 IR 了，我不晓得。等一下哈，我不会讲，我不是德鲁古。等一下哈，我是蚂蚁，你会不会讲？大海，大海。那我用一句成语哈，你帮我照德鲁古翻哈，蚂蚁上树。蚂蚁上树。你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蚂蚁再讲，帮我发音一遍。蚂蚁，对，大海上面怎么讲？德鲁古上上面，他开始跑巴老，上面是巴老吗？大海在走路啊。树怎么讲？大海巴老讲啊，不是那个树怎么讲？树的托尼啊，啊，树毒，树毒哈，树毒，对呀，托尼是。木头嘛，哈，对，木头啊，在走路嘛。树那宝，树跟那宝不一样的。那个弓箭你会讲吗？那个呢？去哪里？木屐。好，一箭双雕，一怎么讲？金安。金安塔。一箭怎么讲？金安塔，一箭双雕嘛。对。雕是那个老鹰，老鹰怎么讲？我就不会讲了。老鹰是什么？那个不会讲。那个是怎么讲话？那个老鹰，大鸟毛哦，
哎，我不知道，我不是原住民。好了，到这边了。好，再两个就好了。啊，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他比较会翻译。你弟过来。他比较会翻译。他不是要去北埔吗？他是属于那种的。怎么讲话？我老鹰哦，怎么讲话？老鹰是老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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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他讲就好了，我不知道。那是叫乐后。哦，讲大了，我不知道啊。乌鸦叫做加贡。加贡。对。哦，勃起来了，硬起来呀！你要说硬起来。硬还是怎样？而且勃起了。硬起来，勃起。都对的。都对的。哎，都给我接受了。用都对吗？哎，都给我接受了。哦。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那个射精要怎么讲？怀孕这个啊，怀孕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哦，老大乌达，老大乌达，老大乌达是。嗯，那那个卵子跟精子，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乌达。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乌达，老大乌达。哎，这个。男，他那个精子出来了嘛？都长不改，邀请我们前任的院长杨启寿牧师来给大家努力，欢迎。不要自满，不要认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学很多，你们所学到的。只是一点点皮毛，你永远学不完。所以各位毕业生，在宝贵的时间，我只有送你们一句话：勇敢的、认真的、不断的跟这位爱的上帝摔跤。愿上帝祝福你们，祝福这个学校，祝福所有的人。谢谢。谢谢杨牧师的能力。还有那个，两个大眼睛呢？猫头鹰啊。猫头鹰。那是布隆。布隆。布隆多。布隆。布隆。布隆。对，布隆。布隆啊。布隆。三种音而已。对。布隆啊。布隆。布隆。大眼睛啊。布隆。你不相信你这样场告我看看有没有对火不对的打叉。那个白露丝怎么讲？白露丝的话那叫什么？白什么？我不知道，那怎么叫白？有啊，可是它的名称，它的名称德国话怎么讲？我们现在常看到那个麻雀怎么讲？麻雀哦，啊，这叫什么？哇！喂，什么名字啦？麻雀。这有什么名字？我们叫做麻雀。小鸟这样。鸟鸟怎么讲？鸟。Penny。哦。Penny。大 Penny。鸟窝怎么讲？鸟窝的话。哎，不容。不容。不什么？那个，不是哦，漏度，漏度，漏度，漏什么？漏度，漏度，乱七八糟。那个鸡叫漏度，有漏度是鸡啊，对，乱七八糟的漏度，漏度是鸡，对，漏度不一样，度漏度度。漏度也不一样，一个叫漏度，一个叫漏度。哎，我经过这么多苦练，我哦，漏度是窝鸡，漏度是鸡嘛？鸡对，漏度是漏度是窝度度，漏度是鸟窝，漏度那个是特别指鸟的窝吗？对，我们叫做。那如果那个蚂蚁窝怎么讲？蚂蚁窝的话，我树上有那个一颗球，那个蚂蚁窝。我知道，我知道。鲁话怎么讲？蚂蚁的窝，辛苦。怎么讲话？蚂蚁是你们的话是？我们本来讲说，怎么讲话？那个蚂蚁，蚂蚁是我不晓得。
我们妈也这么讲。你会不会讲那个蝎子？蝎子，蝎子后面有刺的那个蝎子。我们这个没有蝎子，我们这哪有蝎子、啊？蜈蚣呢？蜈蚣是有了。怎么讲？蜈蚣他们讲什么？蜈蚣他们讲什么？忘记。蟑螂会不会讲？蟑螂。还是莫了蟑螂过。你在讲你们的话，我不知道。他煮醉了。蜘蛛呢？不大。嗯，不大。不要骗人的，你这边讲又没有。那我就先录到这边啊。那个德鲁古话谢谢怎么讲？阿里嘎多。哎，那是日语哈。现在是讲什么？我们侯外苏巴来。侯外苏巴来。那再见怎么讲？再见。哎。甩呀！你们的话。甩呀！大喊甩大胆是吧？啊？甩呀！大喊甩大胆。哎，别打打黑呀打！哎，过来！哎，头部来了，头部头部。阿公会讲吗？我不会讲。哎，蚂蚁怎么讲啊？流血。蚂蚁。蚂蚁怎么讲？大黑。大黑。对，大黑是。然后呢？肉多呢。德鲁古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麻溜的。炒菜。那跟那湖南乌达斯呐。炒菜。那跟那湖南乌达斯呐。煮饭呢？哈皮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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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欧吉。我带你玩玩吧，皮皮。这孩子强。我带你玩玩吧，皮皮。我带你玩玩吧，皮皮。我带你玩玩吧，皮皮。你给我滚！皮皮，皮皮，滚！皮皮，滚！我吃了滚！讲那个很色怎么讲？很色，很好色怎么讲？哎呀，孤立。哎呦啊！啊，人家很多情风流怎么讲？啊，风流。风流啊！风流罗马书法，罗马书记，罗马书记，罗马是孤立个男人。啊，罗马书记，罗马书记，罗马书记孤立个男人。啊，对对对，讲那个好听。罗马是孤立个男人，蛮不欺负，蛮是那个。Roma si kuris kneri mampus cipu masuk dia. Kucing ah, bayang kile lai daya. Kucing ah, bayang kile lai daya.이마배양기래이수서와배양기래구와라이이수아수얀배양기래라히뻥아산드마루모배유드마루시가랑구진우나사유수우나사유수과수바운우나사유무비비우데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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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Bibi, B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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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i, Budes.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大光大门的水，龙江的森林，给那哑巴的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午夜。Bergasau dan tuduh yang sedih